杨小黎到国外游学，竟差点丢掉宝贵性命。谁在地铁里面有被吓过？哇，太多了。你有？我那时候玩太晚，玩到大概九点快十点的时候，我才要坐地铁回去。在那个走进地铁那个刷那个卡的时候，我就是没刷过，结果后面就有一个很高大的黑人。哇塞！